那么接下来看看七零后，队长，队长王子明，光唱杆不行，这个来吧，没玩过啊，没有问题，哦，没玩过吧？那个咱们躲开一点。石老师，咱为了比赛公平啊，我来说啊，这是最容易的，这个是最，你垫俩一块走，嗨。哎，多了 ，OK，OK，OK。好，到现在还没有砸到脚。来吧，耍牛头的。算我还放弃。这个刚才我们也讲了，这是难度最大的哈，你大可不必从他下手，可以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双轮的试试。我这直说双轮，双轮的。没整明白那叫什么 ？No！不行，我们恭喜王子明，每一个都失败。接下来是八零后，为什么又是你？我不喜欢他来，我想看那个来。神入化，敌人。好，慢一点，稳住，稳住，走。这个，我把我们的病人带走吧。哎，好了，乖啊，乖乖乖，恭喜获得了无耻杯大奖赛啊，一等奖。